这是凶手使用的车辆，可能是套牌的。没事儿，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。啊，再好好查查。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，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，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，怕是得1000多辆。1000多辆，一天查10辆，4个月也查完了。 大伙儿别灰心啊，多加把劲儿，加油！小队，那我们加油去了啊！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？你玩这干嘛呀？你是一队之长。 你不忙队里的业务，天天玩市里跑，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？哎呀，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？哎，凡姐，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，哪里好？局长信任你，大伙儿拥护你，叫你这儿安队的人都没事，挺好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，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？ 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，相信我，我有我的方式。